一旦装潢不再能够开业或没有办法再传递下去的情况，那么其实我们的生计当然没了，更重要的就是这样独特的文化跟风景就在台湾就此就中断，你可能要再看到又就很难了，真的很难。那我觉得说台湾这个行业已经慢慢没落，慢慢走入黄昏，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慢慢都就是退了，那新生代这一代又没有执照，那其实我们自己真的蛮彷徨的。